太長時間了，所以就冇帶女女咯，即驚佢好攰啊！佢有冇男仔啊？陪得嚟㗎？冇啊！佢知道開電視可以睇，佢話好啊，我喺電視度睇，同細佬一齊睇。即作為一個前輩，但都好開心見到。而家好緊張啊！你緊唔緊張？緊張啊！佢好緊張，我就唔係好緊張，因為我係覺得好 enjoy 呢件事，可以同成個團隊一起行。頭先等緊行出嚟嘅時候，我突然之間有啲感動，即係我就諗起第一日我哋拍戲嘅時候，到依家我哋可以一起企喺度，我覺得好感動，係啊。係啊，你看我的眼袋你就知道了，他幫手湊小朋友湊得很累，真的，因為 他都知道我這陣很忙，所以每晚弟弟醒的時候其實都是他起身，沖奶喝奶換片你有意見嗎？不是，他很好，我覺得弟弟是有腳頭自己有没有想这件事，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去 做任何事，等我可以做得最好。因为电脑帮到手真的很好，但是你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困难。